你期待的好戏即将上演，今天是你我的方片，对我来说故事已经完结，可惜你还留恋。所以来电相约是戒烟吃饭，难道真的只有吃饭？两人同行一人免费，见面变成道歉大会，晚餐配上你的忏悔，尴尬的吃不下咽。我最讨厌那种可怜虚假表情说谎的嘴，今天我绝对不付钱，因为女儿没有时间。心删掉了你的来电，听说你相约时间吃饭，呀呀，我才没空陪你吃饭。两人同行一人免费，见面变成道歉大会，晚餐配上你的忏悔，尴尬的舍不下眼。两人同行一人免费，毁了我脆弱的心眼，下定决心打你的脸，出手沾满鲜红的狗血。我最讨厌你装可怜虚假表情说谎的嘴，今天我绝对不付钱，因为你要浪费我时间。准备好了吗？要换你们了，跟我们刚才练习的一样。三四，因为太小声了，大家都是来看路行人的吗？再试一次，因为小恩，招远，